款电影《红海行动》，大家也都有所了解。这个电影给人们看起来是满满的正能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里面黄景瑜的演技也是棒棒的。黄景瑜选穿的这款装扮给人们的感觉看起来很是的精神。对于西装的装扮，相信是每个男士都会必有的一款装扮。当然场合的不同，在选穿的款式上面也是有所不同的。对于黄景瑜选穿的这款装扮，主要是以西装的款式装扮为主要的搭配。这款外套的选穿紫啊颜色色调上的搭配，则是选择了一款黑色的色调。这款色调的选搭使得给人们的感觉比较的成熟稳重。黄景瑜选穿的这款外套在版型款式上的设计，则是选择了随身的款式。这款款式的选穿使得把自身的身材的特点完全的凸显了出来，同时把整个装扮都是凸显的比较的精神。对于黄景瑜选穿的这款装扮，在内搭的选穿上则是选择了一款衬衣的装扮。有没有觉得衬衣和西装的搭配是很好的搭档呢？这款装扮的选穿在色调上的穿插，使得让整款装扮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。声明：图片由江小鱼是小鱼整编而来，文编辑丑丑，原创内容主编 M 君审核，内容未经允许，请勿转载抄袭。